玄莲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你跟我不用演戏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？你跟我说，我会保守秘密的。你就当我是一个阴晴不定的混蛋吧。可你明明就不是啊！你告诉我一个理由好不好？我觉得我快坚持不下去了。那就别坚持了。韩轩林真的把穆婉清当成仇人的女儿，穆婉清也当真了。下午看着照片，哭了好半天。只要他们各自为战，我们也有利于各个击破了。你和婉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徐光耀，我跟穆婉清的事，轮得着你插嘴吗？我是他哥哥，我不准有人欺负他。你说过你要给他幸福，你做到了吗？你言而无信。徐光耀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啊，穆婉清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跟你们徐家沾上关系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哼，守护一辈子当他哥哥对吗？你自己心里没有想过他吗？你现在不想他吗？我退出不是因为我不爱他，而是我尊重他的选择。但如果他看错了人，选择了一个混蛋，我也绝不会就此罢休。管得着吗？就算我是个混蛋，我不要他，他也会死皮赖脸的跟着我，他也不可能跟你走。还有，从今天开始你别再烦我了，知道吗？你给我听着，你要真的是个混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